像尘末掩盖着前事，心愧但是无言，流行亦没办法磨灭。沉叠线索谁删止，泪来滴干你潜藏那一面，收敛激进人前，遗留着实证说明有开始。急退后急推算，决意将推翻，疑惑静待日后沉思散未晚。就地目击他越走近越变差，事实在分叉，重重迷团乱幻姿态，千种心理见解，一种天理已在旁观他。未及目击他用实验做推翻，没流动偏差，仍能寻回乐园状态。我分析去拆解，怎解释理性共情之间？睇怕而家楼市价升紧，所以就唔肯租俾我朋友。一句到尾，我系业主，我有权租。嗱，你嗰度咧一厅三房够晒通顺，一个人住未免孤寂咗啲咧。系咯系咯，多个人就多把声，好啲噶嗬。恭喜你荣升做包租婆。呢个天眼少女咧有对天眼，能够睇通过去未来。飞机都撞纸妖，有咁啱得咁巧啫啩。跪喺度唔喐，跪差叉住佢。冇咁邪啊！你大祸临头，不得善终，死于非命。小心啲，我好自为之。你唔好喺度乱咁讲嘢，妖言惑众啊！我哋可以告你嘅。大家都系修道之人，助人为善，帮人消灾解难，趋吉避凶，系唔会乱嚟嘅。废话连。咩旁门左道根本就唔入流。郭生，天眼少女睇得好通透，你都系及早回头，否则劫数难逃。天眼少女认识郭生啊？郭生啊，咁你一向信风水命理咧，又有金山帮你咧风生水起，你又点睇下天眼少女嘅预言呢？金山，你又睇唔睇得出咧？郭生系大祸临头先。咁有咩解救方法呢？我哋唔答啲咁荒谬嘅问题。郭生，我哋要睇步先。郭生，唔好意思，唔好意思，咁多位，郭生好赶时间，我系宏浩天企业集团嘅公关经理，我叫 Tracy， 如果你想采访嘅话咧，可以随时联络我噶 ，thank you， 麻烦晒。喂，你冇吓亲啊嘛？仲食得落饭啩？冇，行啦。啊！呢个天眼少女对住富商郭富华讲几句说话啫，上完港文版又上杂志周刊封面噶。Madam， 你讲天眼少女啊？呢期真系志荣系佢噶。人气指数劲过啲出位 level。呢个天眼少女系咩人嚟噶？据阿光明居士话咧，天眼少女额头骨达拉系天眼，可以睇到过去未来，讲乜做乜噶。呢个光明居士有咩来头咧？佢原本咧就个地猫上士，喺元朗啊帮啲师奶阿伯睇相啊睇风水咁。后嚟唔知边个搵个靓妹出嚟，又话佢有天眼，又话佢讲乜做乜。后嚟仲想埋电台讲嘢，大受欢迎，即刻爆。嗱，天眼少女咧系世外高人嘅，讲嘢一句起两句子，光明居士又帮佢解惑，应付记者，经理人一样啊。你都睇几多周刊杂志喎？就系越睇越觉得佢有料到。好似佢上电台讲咩海龙王招女婿，跟住我哋收到消息喺海边发现挨条尸啊！系啊系啊，连条尸屈住个身，佢都讲得出啊！我谂就算佢唔系有天眼啊，都系养咗鬼仔。你哋唔好讲鬼讲怪啦，佢当差好正气噶，咁多人睇埋啲八卦杂志，不如揾啲有建设性嘅嘢做过啦。阿 Win 呢啲叫通识，知多啲方面查案。咁请问声，你查紧咩案呢？都唔係㗎，即係好似早兩日咧，天眼少女咧指住呢個有錢佬郭富華話佢大禍臨頭啊，咁話唔埋詞啊，真係出事，咁我哋啊睇定啲料，起定佢底有用㗎。呢個我知喎，郭富華咧係宏浩天集團嘅總裁，迷信風水，有個風水師金大任教佢九尺狂賣樓，結果咧發到爸爸聲，於是乎咧就當呢個金大任係國師一樣。邊個？我都想問下金師傅睇一睇啊！唔好太迷信啊！風水信下無妨喎，擺好個陣，心安理得就住得瞓得啊！
好似 Madam 你新屋入伙，有冇拜四個開八八風扇煲翻煲滾水定風山水氣咁啊？我阿 Doctor 中拒住啫。嗱 ，Madam， 你唔搞啲唔緊要，但入伙就一定要拜，請客旺一旺佢，包你順風順水，順過尖沙咀，女破奇案，步步高升。呢啲一定要搞啊 ，Madam。你咁都得啊？得。帶埋本風水書做手信，幫你睇埋風水又點話？哇！哎，點啊？喂，點啫？唔掂唔掂 ，Madam， 你間房坐東向西，張牀咁擺，好唔掂。點解咧？嗱，床向斜西係命途吃虧，以生口舌啊！誒，仲有啊，床尾向窗棂會犯光煞，老皮又亂發。誒，但係床尾又唔可以向門口喎，因為咁佢睡不安定，成晚眼瓊瓊啊。咦？咁真係要執一執個位好噃。咁咪一於幫 Madam 搬床移櫃擺陣啦。誒，好啊你。喂，你唔係認真㗎係嘛？認真 ，Madam 健康有關啊。阿陣點搬法？嗱，床呢邊，書台呢邊，櫃搬呢邊。床呢邊，哦好。等等先，你哋真係諗住將我間房大兜亂喎。我都係依書直説㗎咋，係嘛？喂，唔係啦，邊有時換埋門口位？嗱，門口嚟咪住，等我提醒下大家咧，其實大家係隸屬於警務處，並非寮仔部，千祈唔好拆咗我間房。大家聽到啦，包租婆咧詐刑啊，大家麻煩啊，輕手啲啊，拜託拜託啊！嗱，其實咧風水有得解釋嘅，嗱，譬如好似橫梁壓頂咁啊。嗱，你瞓喺張牀度，望住天花板有條柱壓落嚟喎，你話幾唔舒服先得㗎？心理係會影響生理㗎。聽到未啊，你哋？不過咁啊 ，Madam， 今年嘅正西係桃花位，你點都派棵紅辣椒喺度，旺桃花啊嘛。你係知 Madam 冇人追。嗱，桃花咧就代表人緣嘅，人緣好啊，自然事運高啊。聽到啦，有人嚟啊，出去啦！好少少意思，入伙禮物。多謝曬。Madam 可以攞住啊。好啦好啦，呢邊坐。坐。喂 ，Pro Sir， 好少遲到噶喎。係我累佢啊，臨走有個客上嚟，仲係老人家，長咗少少。加上又落咗陣雨咧，我啲老人家揸車又慢。講起老人家咧，今日有單新聞啊，有個阿婆咧商場擺檔賣薑糖十幾年噶啦，忽然間咧被保安趕喎，嘈起上嚟咧仲話佢打傷人。依家咧要俾商場告，真陰公啊！阿草啊，呢單官司唔關你事噶，唔關。我撐阿婆啊，80多歲人自食其力做小販喎，攞綜援，呢啲咪香港精神咯。咪係，個商場離曬譜嘅，個阿婆喺商場門口擺檔賣薑糖，嘥幾多位啫？咁都個人非法佔用地方，大集團係用黑人憎㗎啦，喐啲話打官司啦。其實阿婆嘅處境都值得同情，不過笪地嘅業權係屬於商場，阿婆的而且確係非法佔用他人地方。咁有得佢噏嘅啫，個阿婆都擺檔十幾年咯，之前又叫佢告。總之有錢人大曬，幾時睇你唔順眼啦，咪幾時俾律師順你咯。有啲律師又係衰嘅，收錢係做嘢，懶你阿婆冇飯開。阿嫂，我哋唔話你啊，我哋講緊嗰啲咧無良律師啫。律師做嘢必須要依法而為，做咗嘢梗係要收錢。其實咧，商場之前冇告阿婆，係只係冇採取法律行動，唔代表阿婆嘅行為合法。咁至於而家先至告佢，咁係代表商場方面唔再容忍。就等於你哋揸車衝紅燈都唔係次次收告票，但唔等於你哋冇觸犯法例，係咪？總之發得律師信就一定係依據案例條文會無的放矢。我個人咧都好同情阿婆，但係唔告佢係人情，告佢係道理。係咯。阿婆雖然冇得擺檔啫，但係以阿婆嘅高齡咧，我相信咧社會福利處一定會幫佢嘅。喂，不如廚房幫下手咧。今朝有個阿伯喺度上運，發現山坡下邊有條死屍。老實，老實，老實，睇下死者係邊個。系国父啊！不得善终，死于非命。今次我都要讲句好邪，真系唔到你唔信。天眼少女话佢有难，真系应验咗。死者身边发现一大沓 cash， 总共88,000。身怀巨款冇人攞，肯定唔系劫杀案啦。有可能系失足跌倒，撞咗嚿石失救而死。真正嘅死因要验过先知。
呢度唔系第一案发现场。山坡上面咧，草被压扁咗，仲系同一方向由上而下。我估计死者应该喺山坡上面碌落嚟。咩林，我哋上去睇下。23.9度。照肝温同埋嗰啲尸斑嘅显示，死者应该死咗唔够5个钟头。头后边有多处伤痕，造成大量出血，部分伤痕更加深到见骨添。我估计系俾硬物唔止一次撞击。老 Sir， 你手上呢嚿染咗血嘅石头，照估计应该就系袭击死者嘅凶器，应该冇错。冇错。老 Sir 讲得好啱，死者嘅背部有多横向嘅伤痕，应该系上面斜坡碌落嚟造成嘅。翻翻前面俾我睇下。咁奇怪嘅，前面完全冇伤痕。阿 Win 点啊？收到 ，OK。Pro Sir， 阿 Win 山上面有发现。咩嚟啊？喺附近发现咗个手提袋，上面绣咗3个英文字母。KFW， 应该系郭富华。里面仲有个铲添。个铲咁新，应该未用过。Pro Sir， 我 check 过晒噶啦，附近冇明显打斗嘅痕迹。不过嗰边啲草咧有被压过嘅迹象，相信死者系从嗰边碌落山坡嘅。即系话呢度先系第一案发现场。Madam， 我哋喺前面路边发现咗一架私家车。查过车牌，系郭富华所有。郭富华一个人天都未光啊，揸车上嚟呢度，身上袋住88,000，仲攞住个铲，究竟做咩咧？郭太，请问最后你见你先生系几时啊？佢琴晚要应酬，好夜先翻，跟住就好匆忙咁换衫出咗去啦。嗰陣時大概4:00到啦。你知唔知佢去咗邊度？佢去咗上山種生機。我先生不嬲都好順風順明理。之前有個天眼少女話佢大禍臨頭，不得善終，於是佢就去咗揾光明居士求救。居士就叫佢上山掘個窿，埋咗筆錢咁。咁你尋晚一直留喺屋企度？我原先好想陪佢去。但我琴晚突然间个胃好唔舒服，同埋肚屙。我工人三姐仲煲咗煲粥俾我食，仲成晚陪咗我出入厕所，搞到天光先有得瞓。我应该几唔舒服都陪佢去，可能唔会发生呢啲咁嘅事。郭太啊，我想问下你，除咗你之外，仲有冇人知道你先生上山种生机？应该冇，因为呢个系秘密。太太，金师傅嚟咗。郭太，我啱啱先收到消息咋，节哀顺变。金师傅，你有心。系咧，郭太，如果你需要我帮你揾阴宅嘅，即管开声。风水福地有你家宅子孙，福荫后人嘅。而家有咩都冇用啦，个老公都唔喺度。郭太，你需唔需要唞一唞，饮杯水？唔使，你哋有咩即管问，我都好想协助你哋快啲破案。大家養一養開啊！嗱，啲嘢全部做好啦。好啦，大家有咩想問嘅？天眼少女好犀利喎，你點知富商郭富華係死於非命嘅咧？我講過好多次，天眼少女用佢嘅天眼可以睇到過去未來，係人係鬼一眼就睇得出。係啊係啊，天眼少女啊真係好靈強噶，講嗰樣中嗰樣，都唔到你唔服噶，簡直係化身菩薩，再生如來啊！救急扶危係天眼少女使命，佢可以話係功德無量，善哉善哉。阿光明居士啊，你講到天眼少女咁厲害，點解你又救唔到郭富華啊？天眼少女上接天間，下通鬼神。经我合指一算，算到郭富华大限将至，其实系时也命也。帮我本住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先即管尽力帮佢消灾解劫。但系好可惜，佢生机未中就魂归天国，皆因系恶业难消，前世因今世果，天意难违。哦，原来咁啊！死者頸部左邊有一笪瘀痕，係吻痕，即係咖喱雞啦。台灣人咧就叫種草莓。瘀痕上面有啲閃粉啊，應該
系神姑之类嘅嘢，估计女人留低，可能有唾液。我会交俾法证嘅必然 DNA 噶。嗱，死者嘅背脊咧有多处嘅伤痕，应该咧就由高处碌落嚟所造成。嗱，撞到啲石头啊或者树枝之类嘅嘢，但你会发现咧，尸体嘅身体前边咧就一啲伤痕都冇。谂谂到点解？好大可能系死者失足跣脚，背脊落地，又成个人跣低，跣落山坡，所以只得背脊先有伤痕。Good try， 帮我俾你谂清楚，再答多次。睇清楚，背脊上面嘅伤痕嘅方向全部系打横嘅。系，如果成个人打直线落去，伤痕应该系打直而唔系打横。咁即系点啊？系打横碌落山嘅。不过死者咁样碌法，冇理由前面冇伤嘅。嗱，除非死者揽住个枕头或者 cushion 咁嘅嘢碌落去。嗱，就好似揸车咁，有个 airbag 保护住前面，咁前面冇伤痕咯。个死者系揽住个人碌落山嘅，但你留意啊，佢嘅头骨上面有多处嘅裂痕，好肯定佢系俾硬物不止一次嘅撞击。如果以你嘅判断，你认为死者会唔会系撞咗落去当日喺现场揾到一个石头之后弹开咗，然之后再撞落石头度多一次或者一次以上？如果死者碌落山之后撞一嚿石头，应该一下过撞到之后弹翻开。不会再撞多次或者几次。这个是石头，这个是死者的头。如果死者真的撞了个石头之后弹开再撞多次落石头的话，两个伤口的方向应该会是一样。但你发觉现在死者头颅上面的伤口所有的方向都是不一样的，那就可以排除了他不是撞落石头度多过一次，而是被人拎起个石头连续袭击搏死的。所以郭富华的死绝对不是意外，是他杀。唔止系他杀，直情系谋杀。喺案发现场揾到嘅呢嚿石头，上面除咗死者嘅血之外，我仲发现有少量唔属于死者嘅血迹。即系话案发现场仲有第二个人。咁就算有第二个人，都有机会系误杀噶。点解 Professor 你咁肯定系谋杀噶？因为石头上面除咗死者嘅血之外，系冇留低任何指纹，甚至乎连死者身上、案发现场都揾唔到有第二个人嘅指纹。即系话呢个人系早有预谋，戴定手套攞嚿石头袭击死者。呢个绝对系有预谋嘅杀人，凶手可能系执起石头嗰阵，俾个石头刮损咗，所以留低咗血迹。个石头仲有冇其他发现？石头上面有一种叫做暗色真菌啊 ，Dematicus fungi， 同埋培氏雀色霉啊 ，Fonseca pedroiae。呢两种菌存在喺泥土同埋青苔上高系好正常，但系啲血存在喺泥土度就好唔正常。我哋搜证当日，嚿石头系咁摆嘅。咁个石头喺地下，死者撞到个石头，咁所以个石头上面就有血咯。嗱，我哋当呢个系石头。石头嘅底部向住地下，所以黐有泥；个面向住天，所以生个青苔。假如死者个头系冚向嚿石头，咁理论上啲血应该喺青苔呢边。但系而家啲血迹系喺泥嗰边噶。冇错。即是说死者不是自己的头撼到石头，而是有人可以石头袭击死者，所以血是黐在泥土这边。他袭击完死者之后就想扮成意外，将石头放在死者旁边，但估不到石头是有底面之分。这些就叫百物一疏了。之所以说做了坏事的人就会露出破绽留下线索的。呢啲系咪你哋中國人成日叫做天意啊？由你哋啲中國人啊、，sorry， 仲講鬼話？喂，我唔係事必要同你 say sorry 嘅喎。講中文啊！我攞翻，我唔要 say sorry 啦咁。喂，我諗我哋都係去講 report 啦。你同意嗎？同意。我老公才可以避过呢一劫咋？咩劫啊？佢本嚟咧病到五颜六色，得翻半条人命。
我哋全家人都打定晒输数，准备同佢办后事噶啦。多得天眼少女同佢作法祈福，佢先可以执翻条命，大步揽过咋。犀利啊！犀利！天眼少女，你系我老公嘅救命恩人，系我一家人嘅生神仙，我都唔知点样多谢天眼少女啦。啊，唔知啦，都系阿潘生平时做得善事多，帮自己积到福分阴德。 只帮到佢逢凶化吉嘅啫。我要再添多啲香油搭谢天眼少女啊！少少回馈噶吓，多多益善嘅，天眼少女会保佑你合家平安嘅。天眼少女，乖乖乖乖，手跌在喺呢树等，吓天眼少女咧会逐位逐位接见大家嘅。系啦，只要你哋有丑号嘅，天眼少女一定会见你哋嘅。系边个第一号丑可以开始啦？我麻烦你跟我哋嚟。 唔该，好意好丑嘅咧，喺医树等等啊！两位系咪要见天眼少女啊？系啊，唔该。添三百香油咧就可以攞个丑，但系最快咧都要听朝先有时间。快啲见得唔得咧？收到之人咧都系与人方便嘅啫，有诚意添多啲香油排个快证啊！居士啊，快证喺呢度。差人。 陆镇江先生，请问上个星期二，即系二十号凌晨到天光呢段时间，你喺边咧？嗰日系初一嚟嘅，我由子时到辰时，即系前一晚嘅11点到朝头早9点，我一直陪住天眼少女喺元朗神坛度拜神祈福。我哋初十五都系咁做嘅，班善才可以做证。阿 Sir， 你哋唔系怀疑我同郭富华嘅死有关啊？ 天眼少女预测到郭富华有难，佢真系意外身亡，我仲知道系你教佢中生机喎。系啊，天眼少女算到佢有大劫，我都睇到佢气色好唔妥，印堂发黑，乌云盖顶，大限临门，必招闪失。我教佢中生机，无非都系想帮佢消灾解业，但系好可惜，天意难违，我帮佢唔到。 咁天眼少女用啲咩方法睇到郭富华大难临头咧？天眼用天眼睇到，嗰度系喇嚟喎。阿 Sir， 乜嘢人就睇到啲乜嘢？你慧根有限，又唔系有缘人。我哋咁讲，天眼少女系唔会怪你。阿 Sir， 睇怕你哋啲伙计都系同你哋一样噶啦。 冇同天眼少女结缘嘅人，又冇我喺佢身边，佢哋系唔会问到啲咩。黄嘉敏，你究竟听唔听到我嘅问题啊？究竟除咗陆镇光，即系光明居士，我要见居士。居士而家喺另外一间房，协助我哋调查郭富华嘅死。佢喺度帮紧我哋。 不如你都帮下我哋。究竟除咗你同光明居士之外，仲有边个人知道郭富华仲生机嘅事啊？喂，麻烦你除低耳筒，答上咩问题先好唔好啊？俾翻我，你答咗个问题，我俾翻你。俾翻我，俾翻我啊！你听紧咩咁紧要啫？ 冷静啲！咩？你究竟听到啲咩啫？快啲佛偈啊！咩都听唔到，根本上就冇声。 整整眼落完口供，同佢倾两句得唔得啊？你想下晚问前程啊，定系见日啲头晕身庆啊？不过咧，我都有嘢想问佢喎。你一个剩女嫁问姻缘就无谓啦。我净系想问佢攞6个number嚟啫。一阵要问下 Madam 究竟 feel 唔 feel 到只眼有咩特异功能先？出嚟。时也命也，总之大家四个字讲晒，自求多福啊！Madam， 你问晒噶啦，
我帶天眼少女走噶啦喎。有需要嘅話，我哋會再請你兩位翻嚟協助調查。隨緣啦，我哋走。你唔係睇到我啲咩啊嘛？吉定空啊！佢俾件蛋糕仔我，咩意思啊？神物嚟噶，记住翻屋企早晚一炷香。咩林啊？不如拎佢俾阿普瑞检验咯。呢件蛋糕仔系咪植物？又唔系喎。唔系就冇得验噶啦。做咩啊？想恭喜先用啊？吔咗佢啦，咪落去食物啊？系咯，有病医病，冇病强身健体啊！食啦，食咗佢啦。Martin， 哎，普瑞，嚟接老婆收工咧。系啊，系你老婆犀利啦，迟啲搬去大写字楼，唔使同我哋合租啦。哇，以后大展拳脚，想见佢一面都难啊。都唔系嘅，第日得闲有咩食饭啦，一样见到啫。咁啊，睇怕我同你啊得闲个 Eva 多多声啦，佢咁 aggressive 啊，以后接 job 啊接到手软啊。你啊，翹埋對手，唔使做韌韌腳都得啊！係啊，唔錯啊！有陣時我都好矛盾噶，我份工咧一開工即係有人受害，有陣時我真係唔係好想開工。哦，咁啊唔好咁講，我哋啲打刑事 case 多，咁啊你冇嘢做，即係你老婆都冇嘢做啫。咁啊係，係啦 ，Eva 咁忙，你咁得閒早走嘅？哦，我約咗個客啊。咁唔錯你。好。Hi Harry。Hi Wilson。Eva 佢講緊電話喎，你決定上訴嘅話咧，隨時通知我，我會幫你處理。但係你可以再考慮清楚先嘅。OK， 好啦，拜拜。點啊？今日好忙啊？日日都咁忙噶啦，你等我一陣啦，我執埋啲嘢行得。慢慢啦。哎呀，你話咗俾 Martin 知你搬寫字樓。你頭先撞到佢啊？佢有冇俾説話你聽啊？傾咗幾句啦。大家有來有回咁，其實除非你俾説話我聽嘅啫，其他人講嘅嘢我唔係好聽得入耳。唉，其實 Martin 份人咧 OK 噶，係最近唔係幾高興 Wilson 成日介紹啲客俾我。唉，佢嘅資歷咧深過我，但係點解到今日我嘅客户多過佢啊？佢唔應該淨係嬲，應該好好地檢討下自己先係。咁你搬走都好嘅，趁關係未咁僵，大家仲做到朋友。嗯。不過咧，你地方越搬越大，你 job 越接越多，你咧就越嚟越忙。不過你放心喎，就算我幾忙都好，我都一定抽時間陪你同文文嘅喎。行得啦。啊。我哋化驗咗郭富華頸部吻痕留低嘅唾液，裏邊嘅 DNA 經過化驗，第23條染色體係 X 染色體，即係話啲唾液係屬於女性。另外嗰幾粒閃粉仲含有少量嘅油脂同埋蠟質，有可能係嚟自唇膏。閃粉嘅唇膏，睇嚟郭富華死之前同咗一個搽咗閃粉唇膏嘅女人經吻過，所以先至留低吻痕。但我哋驗過，郭富華死之前係冇同過任何人發生過性行為嘅噃。咁同佢激吻嘅女人係邊個咧？咁趙正龍應該係佢老婆啊！喺案發當晚，郭太唔舒服，又哀又嘔。郭富華咧就應酬到半夜先至翻屋企，跟住就去咗種心機啦。就算郭太病住都同郭富華 goodbye kiss 啊，都冇理由半夜三更喺屋企搽住閃粉唇膏噶。唔係佢老婆，即係第二個女人啦。唔通郭富華有外遇？唔出奇啊！問題係呢個女人係邊個啫？喺呢 process 頭先你提過嘅唇膏嗰個成分分析咧，有冇詳細啲嘅報告？有，你睇 page 係啊。Beeswax, canal wax, candelilla wax, castor oil, lanolin, sarrasin， 呢啲都系一般唇膏嘅基本成分嚟嘅啫。啊，唔系，仲有一只 bismuth oxychloride， 即系咩嚟？氯化氧鼻，亦即系珠光化，用嚟增加颜色嘅光泽，令到啲唇膏有闪亮亮嘅效果。最特别嘅系佢仲有一只抗癌里边嘅天然云雾粉 mica， 用嚟散发闪亮嘅白光，令颜色更加有光泽。呢种云雾系产自纽西兰。紐西蘭嘅雲霧，全部天然培植，絕無人工色素。Life Calming， 又即係咩咧？
蘭絲金榮係一個高級化妝品牌。今季佢哋推出咗含有紐西蘭雲母成分嘅閃粉唇膏，限量生產，只有 VIP 先買得到。講女人嘢都係佢哋在行啲嘅啦，估唔係你估？冇錯啊！呢支閃粉唇膏係我哋今年嘅王牌，而且限量生產添嘅。普通 VIP 甚至乎係我哋嘅員工都唔可以有，只係我哋尊貴 VIP 先至可以買得到。你哋想要嘅 VIP 名單而家編緊出嚟㗎啦。Thank you。好似冇郭太個名喎，但係有 Tracy Lam 個名。我係皇后天企業集團嘅公關經理，我叫 Tracy。如果你想採訪嘅話咧，可以隨時聯絡我噶。Thank you， 麻煩曬。要兩位等，唔好意思，同智商委員會開會傾立咗。唔緊要。你兩位揾我係關於過生嘅事。冇錯，過生嘅喪禮安排，我哋遲啲會向新聞界公布噶啦。其實我哋想知道你同郭富華究竟係咩關係？咪上司同下屬咯。你身上呢一套係 LE 今季最新款，對鞋都係。但只有巴黎才有得賣嘅喎，你訂翻嚟嘅？係啊，托朋友買嘅。隻鑽石錶都係托朋友買定係男朋友送啊？你咁講想暗示啲咩啊？話我冇錢，自己買唔起貴嘢啊？我哋唔係咁嘅意思，只不過好奇啫。好似你查緊嘅呢個閃粉唇膏咁，係 Lance Camwell 今季王牌產品，只有尊貴 VIP 先可以買得到。加埋你呢身嘅裝扮，以一個 PR manager 嘅年薪嚟計，收入來源的確有啲可疑。你哋究竟想點啊？根據驗屍報告。郭富華頸上面發現咗一啖吻痕，同你而家查緊呢隻閃粉唇膏一模一樣。我想問下你，郭富華臨死之前，你有冇見過佢？我唔知道你哋講咩。郭富華頸上嘅吻痕 check 到女性嘅 DNA， 只要同你驗一驗就知道係咪你啦，冇得唔認嘅。係啊，我係同佢有嘢啊。咁咪點啊？咁喺郭富華死之前，即係上星期二20日凌晨至到天光呢個時間，你有冇見過郭富華？嗰晚放工，我同佢過咗澳門。我陪佢賭錢，佢自己搭半夜3點船翻香港，跟住我就揾到第二日 shopping 完先翻嚟。我翻到嚟先知佢死咗嘅咋。我同郭生冇感情噶，我純粹貪佢有錢，佢都係貪我屬豬旺佢啫嘛。佢好信郭金師傅噶，今年金師傅叫佢禁欲，所以我哋至多都係錫下，冇行埋過噶。佢老婆都知噶。好在咧，佢最近所謂嘈過，所以郭生咧帶我過澳門玩，費事咁樣。我一黐佢條筋留喺澳門玩，就唔同佢一齊翻嚟。所以佢个死真系唔关我事噶，你哋唔信可以 check 下入境记录噶。郭太知道你哋嘅事，仲曾经上嚟嘈过。系啊，都唔系第一次噶啦，佢哋两公婆唔妥咗好多年噶啦。我哋揾郭太嘅 ，Madam 阿 Sir 入嚟坐啊，三者斟茶。系咪阿华丹 case 有咩进展咁？你咁關心單 case， 你同你老公嘅感情一定好好啦。當然啦，千世修來先至可以共枕眠，做得成夫妻好難得噶。不過係估唔到唔可以白頭到老啫。郭太，你唔好太難過。其實你同你老公咁多年嚟感情都係咁好噶呵。係啊，咁多年都咁好。但我哋聽翻嚟，你哋感情根本上唔係咁好，而且成日嘈交。你喺邊度聽翻嚟噶？喂，兩公婆流流長，有少少嗌霎好正常啫，唔係咁都有問題啊嘛？但我哋知道你上過李先生公司嘈過你，而且唔止一次。係啊，點啊？我嘈我老公都係緊佢啫。阿華咁有錢，事必有女人埋身嘅，我都隻眼開隻眼閉。但係你偷食都行遠啲啊！佢衰到連公司啲人都搞啊，我先扯火抄上門咋。三姐唔使啦 ，Madam。我趕住出街，唔得閒招呼你啦。我睇乜？你有食避孕丸嘅習慣嘅咩？我食咩唔使同你交代啊嘛？咩毒？頭先我見到郭太跌咗個袋落地下，個袋裏邊我見到有幾張呢一間酒吧嘅 VIP 九折卡。如果一個人嚟幫襯個位，一張就夠。佢可能幫手派俾人，又或者識呢度個老闆，又有可能有朋友喺呢度打工。所以你就約我哋落嚟飲嘢。嚇！原來落嚟係做嘢㗎。等我仲以為收咗工可以鬆一鬆添。可能壓曬韻喎。嘿，咁啱啫。有啲嘢係咁啱，但我覺得有啲嘢咧就係天意嚟。
佢就押韻，你就咁圓，搞咩啊？原來郭太咧仲食緊避孕丸嘅，嗰排避孕丸只係食剩幾粒，即係話咧佢差唔多食咗成個月。據崔師奶所講，郭富華聽金大任嘅話禁欲嘅事，佢老婆都知道噶，咁照計唔需要食避孕丸啦。咁啊，除非佢有情夫咯。郭太講到佢同佢老公幾咁恩愛，其實就各有各還。如果佢有情夫，會唔會就喺呢度？所以咪落嚟呢度咯。俾多貼士你聽，嗰個人咧可能有皮膚病。之前咧 ，Angel 喺剝死郭富華嗰個石頭上邊揾到一種暗色真菌，同埋一種叫做培氏雀色霉嘅致病菌。佢哋常見喺植物同埋泥土度。石頭染有行空者嘅血，如果佢手受咗傷嘅話咧，好可能會俾呢種真菌入侵皮膚。咁即係點啊？咁即係話會形成肉芽腫同埋化膿性感染。嗱，起初咧會有啲小丘疹，慢慢咧就會擴展成為一啲暗紅色嘅油狀斑塊，有啲甚至會潰瘍，引發感染添。表面會睇到傷口潰爛紅腫。除此之外，個兇手係攬住個死者一齊碌落山嘅，咁即係話個兇手背脊一定都會有一啲橫向性嘅傷痕。仲有啊，兇手係趁住郭富華一個人上山仲生機嘅時候殺佢嘅，咁即係好可能係熟人做。依家知道郭太同佢老公關係咁唔好，佢都係疑犯之一。佢亦都知道郭富華上山仲生機，可能揾人殺人都未定。郭富華咁信風水命理，佢仲生機嘅事，我諗佢個國師金大任都知道啫。你講嗰個人啱啱嚟咗，今年嗰個財位咧就喺呢一個東南嗰邊。大家知唔知啊？坐喺對面嗰個咧就係睇風水好出名嘅金師傅嚟噶，要揾佢睇風水啊，要排好耐噶。金師傅係咪成日來呢度噶？哦，金師傅係呢度嘅股東之一嚟噶嘛，佢周不時來呢度打燈嘅。哦，股東原來郭太就係幫金師傅派呢一間酒吧嘅 VIP 九折卡。看你們的關係非比尋常。喂，大家留意一下，他嘴角有點爛，似乎這陣子很重一下。這種情況很可能是組織細胞受傷害釋放出組織胺，刺激附近的血管，引致局部性血管擴張，以及微絲血管的透明度增大。那又是什麼呢？發炎咯。我估計他現在在吃 Amphotericin B 又或者是 Diobendazole。 哪樣都好，這種抗真菌的藥如果服用了之後，應該不會叫走人。阿恆，全中。喂，你哋兩個啊，快啲翻嚟地球啦，好唔好啊？係咯，唔好講埋火星話，我哋真係唔明啊。頭先我咪提過嘅，兇手可能會感染到石頭上面嘅真菌。呢種菌發病過程比較慢，感染者冇咁容易察覺，唔會即時睇醫生。如果佢手掂過個嘴嘅話，佢個嘴就會好似呢個金師傅咁爛發啦。嗱，到佢嘅手有事嘅時候咧，先至會睇醫生嘅。到期時咧，都會查一啲消炎藥或者服食一啲抗生素。嗰段時間咧，佢係一定不能夠飲酒。喂，你睇下，佢唔止爛嘴啊，手都爛埋喎。咁佢就肯定係受到真菌感染。唔通佢真係兇手？咁都要符合 Mandy 所講，佢背脊有橫向性嘅傷痕嘅。哎，唔好意思喎，冇嘢冇嘢冇嘢，乜咁啱？唔係咁啱噶，特登行埋嚟撞你噶。西九龍重案組高級督察凌善儀，而家懷疑你同郭富華被殺案有關，請你跟我哋翻警署協助調查。唔係事必要你講，除非你自己想講，你所講嘅我將會用紙同埋筆記錄低，將來可能會用作呈堂證供。我哋帮你做个活体取证，发现你嘅背脊有好多横向嘅伤痕，而胸口就冇。咁系因为你当其时系揽住死者郭富华一齐碌落山。喺剥死郭富华石头上面发现一种暗色真菌，你烂手系因为你损咗手，曾经执起嗰嚿石头。仲有，你饮橙汁嗰只杯度留低嘅 DNA 已经证实咗，同剥死郭富华石头上面所发现嘅血迹系完全吻合。即是说已经是证据确凿，你就拿着石头剥死郭富华的凶手。是我杀他的，不过我不是主谋，我是受人指使的。指使你的人是谁？是郭太，郭张美芬。你和张美芬是什么关系？
好啦，咁我而家即刻走啦。太太，你心痛唔翻啦？唔饮啦。因为郭富华发现咗你哋嘅奸情，所以郭替实佢老公。是因为郭富华咧，佢约咗律师要改遗嘱，佢话咧一毫子嘅身家咧都唔会分俾佢，仲打算同佢离婚添，咁所以佢又好嬲，所以我要杀咗佢咯。佢话事成之后咧，佢就可以攞晒成副身家，咁啊分一半俾我噶，我咪帮佢手杀咗佢咯。佢仲话俾我听，话郭富华咧就会上山嗰度种新机嘅，咁所以我就一早上山匿埋。点知啊，郭生真系出现咗。佢拎住个手提袋一路行，咁我谂住趁佢行到我匿埋嘅位置咧，我就冲出去喺佢后面搏佢。点知我搏出去嘅时候咧，俾佢发现咗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哋纠缠起上嚟，咁点知佢系跣脚。佢仲攬埋我一齊碌咗落山坡，咁碌咗落去之後咧，我見到個郭生佢就暈陀陀咁樣，我就喺附近嗰度執起嚿石頭，就咁卜咗落去嗰度。我驚佢唔死啊嘛，咁我再卜多幾下，卜係咁卜係咁卜啦，卜到佢斷氣為止。我就將嚿有血嘅石頭咧放喺佢個頭嘅側邊，我做到咧好似佢自己冚落嚿石頭嗰度死咗咁樣咯。成件事就係咁樣啦。其实要拉啊，拉郭太啊，佢系真正嘅主谋嚟噶。咩啦？咩啦 ？Hello Win， 我去到郭太屋企揾佢，佢工人话佢大概半个钟头之前好匆忙咁离开，佢冇管得去边，我会喺附近刮佢噶啦。OK， 再联络。郭太半个钟头之前离开咗屋企，唔知去咗边度？一定系身有事走路。申请通缉令，通知所有出入警火嘅留意。Yes, Madam。伊法，我是郭太郭张美芬的代表律师，老婆我当事人嚟协助调查郭富华的命案。及退后，及推算，决意将推翻，而话静待日后，寻事实未晚，就地目击他。走近越偏差，事实在分叉，重重迷团乱幻姿态，千种心理见解，一种天理已在旁观他。未及目击他，用实验做推翻，没漏洞偏差，仍能寻回还原状态，可分析去拆解，怎解释理性共情之间？